美国喜剧《怒呛人生》四月初在串流平台上架播出后，就马上在网络上掀起大批剧迷的热烈讨论。蔡琳最近也在脸书透露，自己也正在追《怒呛人生》这部人气影集。她晒出一张《怒呛人生》英文片名的画面截图，发文写下“着迷，好剧分享”。蔡琳罕见分享平时追剧的影集，立刻引起大批网友关注的目光，也引起不少剧迷的共鸣。不少人在留言区表示，这部剧题材很特别，真的超好看，看完还觉得意犹未尽。也有人谢谢她的推荐，因为刚好拯救目前剧荒的自己。另外还有粉丝小葵，原来天后也爱追剧，还提醒他不要再追剧了，赶快出新专辑，大家都很期待呀。